喜欢你像风的温度，温柔的缓缓的轻抚我攒下的所有小幸福，但这后座的夕阳因你也被私藏，这一天所有对美好的向往。三二一，起来！夏风吹起的秋，我们在热泪盈眶，不敢说的心话就让风告诉吧，追溯过你名字却被带上给写纸，就让我再试一次勇敢的和你对视。当苏苏遇上苏苏，看见我了吗？你第一名是谁啊？这儿呢，看见我了吗？没看见啊。张路让，特别棒，你知道吗？你英语考了101。101是什么概念？你用了短短2周就涨了20分，那要上110还不简单？不过你怎么对你的成绩一点也不意外？考完了以后我有扣分啊，那岂不是一点惊喜都没了？有啊。真的？你考的也不错。让让，我数学差一点就及格了，我第一次数学考这么高分。你今天放学等等我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我刚做完值日出来，你肯定都坐上公交了，没关系，明天给你也一样。还没有。让让，你说巧不巧，正好今天的公交车迟迟不到，正好我及时赶到，哎，这就叫运气。我运气可真好。那奖励？什么奖励？我之前不是说过吗？你这次考好了就给你奖励。我可是说话算话的。谢谢。好像还有点别的功能，那个我没仔细看，你回家了研究研究。会说话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今天的公交车怎么还不到啊？这次联考的卷子有点难啊，同学们回家以后再仔细看看，特别是那些容易出错的题。对了，我再说一件事啊，咱们学校一年一次的秋季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报名了，大家都积极点啊，每个项目
至少保证两个人参加。王楠，下课你统计一下啊。好，好，下课。我可听上届局长说，每一届运动会报名，就跟抓壮丁似的，最倒霉就是班长，不仅得求人参加，还得遭人白眼，实在没人报的项目，还得自己顶上。要不你们几个帮帮忙，参加一个。那我报一千。那我跟他一样。我耐力不行，就跳远吧。好嘞。要不你们俩再报一个。不带你这样的啊，哪还买一送一呢。我这都算好的了，你们是没见其他班更简单粗暴的报名方式。什么方式？抽到什么项目运动会就报什么。这还不如直接点名。你抽的什么？一百米。怎么了？老师，我觉得运动会就是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报名，你抽到什么报什么太不公平了。你看我腿长这么逆天，我更适合短距离冲刺，那我抽了个铅球发挥不出优势。所以我说了，大家可以互相调换，有人跟顾然换的吗？哎，老师，我愿意。哎，你抽的什么呀？男子2000米。快快快，我铅球行。那个老师，我突然觉得铅球也还可以。历年运动会的男女长跑和铅球都磨磨唧唧的没人报，让你们抽签啊，防的就是有项目空人。还有十多天的时间了，好好准备啊，下课。我还扔铅球呢，那铅球不把我扔出去就不错了。100米，让让，这次我要超过你了。我跑的是1000米，可不是我吹牛。小时候我妈拿着拖鞋追我，从来没追上过，前三绝对没问题。如果你给我加油的话，我勉强试试拿第一。太勉强的话就不用勉强。故作矜持，明明很想给我加油。仔仔，你这大早上喝冰水不怕肚子疼啊？哦，我这不是饿了吗？饿了，那正好，去买点许记的肠粉回来，马上吃早饭了。好不容易过个周末，哎呀，调整状态，马上开运动会了，调整出自己的状态啊！快去快去！哎，再说了，你妈馋这口馋了好久了，所以这才是重点吧？干嘛？你要再睡会儿啊？换衣服。哎，那个钱在茶几上啊，早点回来啊！我跟你妈9点还加班呢，正好，不用我去了。让让，你起来吗？啊，疼。有点严重，去医院吧。那你得带我去，你家金毛欺负人。啊，我陪你。你自行车能骑吗？我载你去医院。
你家狗狗在保安室真的没关系吗？没事，保安都认识。他可真威风，保安叔叔都认识。但是他是不是不喜欢生人啊？还是说他就是单纯看我不顺眼？他没有看你不顺眼。但是你家狗狗咬的我，你可得对我负责啊。哦。对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苏苏。我在。冉冉，我的小名就叫苏苏。那既然他和我重名了，我也要养一只狗，叫让让，这样我们就扯平了。不疼了？疼啊。那就抓稳一点，等下摔到了，这伤就更严重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先忍一忍啊。我这里先简单处理一下，现在看来啊都是外伤啊，脚踝有扭到，骨头有没有受伤的话要等 CT 出来才知道。啊，谢谢医生，那我们出去等 CT 出来。记住啊，别让他乱动。啊。那个就起步路我自己走。所以你早上骑车是去干什么？买早餐啊，想吃许记的鲜虾肠，肚子还有点饿。行，我去给你买。哎，你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，那我不饿了，真的。啊，行，那我们等 CT 结果出来吧。阿让，哎，顾叔叔，这位是？哦，是朋友，被苏苏吓得摔了腿。这位是顾然的爸爸，也是这家医院的医生。哎，顾叔叔好，我叫苏在在，也是顾然的朋友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我们家顾然啊，这个性格是过于活泼。有阿让这么安静的朋友，我都觉得很稀奇了。没想到这小姑娘也是文文静静的。在在，你摔了，摔哪了呀？医生，我朋友还有救吗？我没事，这是顾然他爸爸。顾然他，哦，爸爸你好。啊？叔叔你好，我是顾然的朋友，我叫江江。这丫头这性格跟我们家顾然倒是挺像的。哎，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去取那个 CT 片吧。你这个伤口还是要再处理一下。啊，那江江你在这等我们。叔叔，我们先过去了。啊，去吧去吧，小心点啊。哎哎哎。叔叔。啊。您吃早饭了吗？我们快点吧，江江最怕跟长辈待在一起了，现在肯定都不知道说什么。不会的。嗯？为什么？因为顾叔叔很健谈，一般遇到顾然的朋友都会主动了解。主动聊？聊什么？您怎么知道我不爱吃早饭？连我不爱吃蔬菜都知道。我看你啊，脸色泛黄，虽然没吃早饭，还打了好几个嗝，这大概率是消化系统的问题。最近经常熬夜吧？嗯，没错。你们啊，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就乱造自己的身体，这对健康非常不好。轻一点呢是腹痛，重一点就是胃病。啊，那我以后一定按时吃早饭。嗯。叔叔啊，您能治脱发吗？啊？哎，白姐。哎，小柔，你来找顾主任。啊，给他送钥匙。我爸在办公室吗？哎，应该是在的。那我先过去了啊。好。
相加？爸，他俩怎么在一块儿？别灰心，我觉得你还是很有希望的。我才17岁啊。的确啊，你这个年纪确实不多见。怎么办呀？哎，叔叔，您可千万要给我保密啊。哦。香香。顾然。嘿，小然。哎，是不是你妈让你给我送钥匙来了？我早上走的早啊。爸，先别说话。之前是我不懂事，惹你生了不少气，我跟你道歉。其实，你上次买的零食是我偷吃的，新买的水杯也是我打碎的，你上次体育课被砸的篮球也是我抛的，对不起。我说呢，那几天怎么那么倒霉？原来是你。多久了？什么多久了？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你这人怎么偷听别人说话呀？我不听，我不听，你是不是打算一直不跟我说？我跟你说这些干嘛？你生病这么大的事，我以后见不到你怎么办啊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又没病。不用瞒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哎呀，是在在骑车摔了，我来看他。苏在在，你不用拿他当。顾然，我就摔个腿，怎么大家都来了？你没病？那你们刚才说什么呢？你一天天的怎么这么多问题？爸，你刚才说什么希望？希望？什么希望？我说你们是祖国的希望啊！再你们结束了吧，那么快走吧，说再见啊！哎，等等。钥匙，爸，回家说。哎，叔叔，相信你哦，啊。嗯。叔叔，那我们也先走了。哎，好。哎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叔叔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嗯，拜拜。真不用我送你回去啊？不用，不用。张路让会送我的。哦，我会送他回去。哦，那好吧，我正好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明天再来看。就一点点头发不理想。江家最近头疼吗？头疼？没有吧。这要是被他知道了，肯定要嘲笑。哎，千羽哥，哪儿呢？干嘛？你真没病啊？你才有病呢！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我是去看在在的，偶然碰到了你爸，就随便聊了几句。啊？没病就行，其他的不想说不说。你是不是想晚上回去问你爸？想多了，我爸妈晚上回去我都睡觉了，哪来的时间聊天？这么忙啊？那你岂不是一个人在家？嗯，也没人管我，可羡慕不来。就谁羡慕了？哎。哎，你该不会是不想跑1000米来找我爸开虚假证明的吧？这种事儿也就只有你能做出来，好吗？1000米而已，对我来说可是小意思。你笑什么？你不信啊？我没说我不信啊。哼。你们家住几楼？3楼。出电梯右转第一家就是，你要上去坐坐吗？不过你要是再不去接苏苏，他可能以为你不要他。你自己先走吧，我
自己上去就行了。行，那你记得涂药。哦。那这个苏苏就真不管了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来了。啊，给你。你去给我买肠粉啦。啊，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把我最喜欢的果冻给你。你很喜欢吃果冻。嗯，我不高兴的时候，只要吃了果冻，心情就会变好。为什么？嗯，我也不知道哎。我是问你为什么不开心。让让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啊。你明天几点钟上学？嗯？哦，你受伤期间我送你上下学吧，毕竟都是苏苏的错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嗯。想吃吗？但你今天犯了错。所以罚你不准吃。握手。晚安。在班里，麻烦你照顾。没问题。那，先走了。放学见。在在，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很明显啊，我是他债主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因为张无让的缘故，苏家的腿摔坏了。啊？那你不就不能参加运动会了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运动会呢？他能来上课就不错了。哎，羡慕啊！我虽然不能上跑道，但是也可以贡献力量了。你不是正愁找不到人拍照吗？相机交给我，给咱们班拍照的事儿也放心交给你。你用过相机？小瞧我！我小时候抓周可就抓了个相机。拍照技术那是天生的。我饿了，我想吃排骨，还有红烧肉，还有大猪蹄。还想要你给我送过来。这怎么跟我家的不太一样？今天是10月12号，天气晴，微风。本当先和大家相约在向阳之声。韩寒的一座城池里有这样一句话：人世间的事情莫过于此，用一个瞬间来喜欢一样东西，然后用多年的时间来慢慢讨论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东西。江江，我先走了。
腿没事了。张让，现在年轻人啊，哎，在在，您的脚怎么样了？这几天爸爸接你放学啊？上下班又不顺路。我原来那个道啊，就是修路啊，要改道的话，正好路过你们学校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我路过他们学校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一个男生带着一个女生，而且穿着校服，这才多大呀？在在，你可不能跟他们学啊，尤其是现在小男生，他可会花言巧语了。那骑车带人鱼又说明不了什么。说不定是人家受伤了，走不了路了呢。再说了，你也不能因为人家长得帅就说人家花言巧语。也有道理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那个男生的长相啊？我猜的，因为我们学校帅哥还挺多的。那个，我明天运动会，我先休息去了。一年一度的校运会已经开始，商场秋点兵的壮阔又将重返江宁附中体育场。更快是速度的魅力，更高更强是力量的魅力，挑战自我的极限是意志的魅力。衷心祝愿各位运动员们在即将开启的赛场上点燃你们的激情。刚喝了热水，现在好多了，不过这1000米应该也跑不了。要不是我的腿还没全好，咱俩起码能上一个。你应该庆幸。为什么？你看过校报上每年的运动会抓拍吗？走，带你去看看。这运动会简直就是大型灾难现场，我突然好庆幸啊。哎，那边在比什么呢？校职工比赛吧。哎，好像老林也参加，走走去看看。李老师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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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林老师啊，身材这么好啊。我平时好，王主任保持得更好啊！一看您肯定是平时经常运动了，这都是肌肉啊！啊，夹手了！嗨，这腿也太长了，一条比我两条长啊都！你说你这怎么跟你跑？谁能跑得过你呀？我这人就喜欢运动，嗯，就爱玩球，是吗？哎，我也喜欢啊！您平常玩什么球？悠悠球，我儿子爱玩，那我就陪着他玩，那就是一个练。啊，这喊！啊，就位！呀，呀，快快开始，快过来！预备，开始！
一看你们呀，就缺少锻炼。不是我们缺少锻炼，是您跑得太快了。你看给林老师累的，都快断气，不是岔气了。啊，可不，哎呀，我累，我累够呛。你瞅累的，岔气，但是不能泄气啊。是是。小肖啊，哎，你追不上我正常的。去年啊，我就是第一。是，那是。以后啊，你们要加强锻炼啊。一定。走。再见，主任。啊，小心，累死。哎，苏太太，拔河比赛是不是快开始了？相机带了吗？带了。好，多拍点照片啊。要开始了，赶紧过去吧。那林老师，我们先走了。好嘞，哎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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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了？男神刚刚赢了三番，现在在跟四番比。加油！加油！男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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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那个，我嗓子有点哑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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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参加本次一百米的速来减重出减速。请参加本次一百米的速来减重出减速。哇！亮亮，你要跑一百米了吧？哦。那我去给你加油吧。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啊，不过这么多人应该听不见我的声音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进入裁判的大喇叭。刚刚拔河加油的时候不是喊得很大声吗？那是我们班班长叫王楠，我们平常都叫他男神，是南瓜的南。你在意啊？没有。你不在意，那你记这个做什么？我随便问嘛。我猜一定是上天的指引，让我遇见了你。叶林，先说你们正常走路。今天差点穿帮，还好我及时发现。哎，这腿好了真烦恼，也不知道还能和让让的后座和睦相处多久。不管了，能拖一天是一天。苏太太，我错了。今天又是做匹诺曹的一天，鼻子可千万不要变长啊，不好看了怎么办？上天的指引，让我遇见。